繼續2009立法會選舉論壇嚟到我哋嘅第二個環節，咁就係現場觀眾提問環節啦。喺呢節入邊咧，會有兩位現場觀眾咧有機會咧，向我哋四組候選人咧提出佢哋嘅問題嘅。咁啊，四組候選人咧都要回應嘅。觀眾提問時間有30秒，而每組回應時間咧有1分30秒嘅。咁我哋咧已經有位觀眾攞住支麥喺手啊，等緊問四組候選人嘅。我哋交支麥俾佢先。好，請提出你的問題。係，請講啊。請問咁多候選人。關於嗰個房屋問題咧，咁政府有房屋問題啊，你哋有乜嘢即係嗰個有咩具體方法啊？你哋可以解決嘅，你哋自己點樣解決？如果係嗰、那個那個拍賣土地嘅，你哋支唔支持咧？現時排緊隊嘅，有成20000多人咧係等住社屋同埋經屋嘅。事實上咧，回歸後咧。我哋特區政府咧傾斜嗰個土地同埋政策，即時兩個問題，一個土地嘅政策，另外一個就係房屋政策，係傾斜曬，根本上咧冇真真正正咧有一個規範，有一個真真正正嘅立法去規範咧，令到我哋澳門市民真真正正明白到咧咩條件、咩時候係真係有屋俾人住。現時嚟講，每一日咧我都係俾人圍住，咩人圍住我咧就是、年青人同埋一啲長者同埋一啲中年人，全部都係嗌世救命。因為點解咧？年青人結唔到婚，因為冇屋。中年人呢又是这个问题，老人家也都是，因为啲孙都在度瞓厅度瞓觉。为什么呢？而家好惨，事实上呢所有啲土地去晒边呢，就是去晒啲博彩公司，去晒一啲少数嘅商人，令到今时今日呢289幅嘅全部呢直接批给嘅，冇透明度，冇人知道点解。点可以呢一幅地批给直接嘅。轉手咧400倍啊，全部咧落世人幾個人手上嘅，所以咧我希望咧呢樣嘢咧亦都係咧熒光法係非常之緊要，我哋啲官咧要知道佢要申報嘅，咁我哋先至佢落台嘅時候剩翻幾多錢嘅，多謝。